为什么我一个好端端的年轻人，四肢健全，打不赢这个阿嬷，还要逃跑？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哦，西瓜，哎呦，终于给我看到西瓜哥哥了，耶、yeah ！我爱西瓜哥哥。我先把西瓜放上去。西瓜就放在这边，太可爱了吧？那我现在呢？要怎么启动断头台？我真他妈费工去找东西来启动断头台，我他妈直接把它砸破不就好了？他奶奶的，那个真的是哦！旁边的按钮不能按啊！哎呦，断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有钥匙！哦吼，哦吼！这什么钥匙？看一下 ，Playhouse Key。看我要，不会是这个吧？玩具屋的，靠杯玩具屋啊！不是说西瓜，西瓜里面的是大门钥匙吗？我去看看能不能开大门啊！笨色。这边走了，你这个小表妹啊！你的 master key， 哦吼，他又来了！赶快收，赶快收，赶快收收！这什么？啊啊！牙人！啊！啊！太恐怖了，妈！嗯，烫了。我来摸摸看这一间好了，看这间有什么。靠腰还写东西耶，写什么 ？Leave this house， 离开这间屋子。公会威，把盖亚的公会威讲废话，讲干话，干话哥，干话游戏，干话世界，干话台湾。有没有很想你的孙子啊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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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应该不过来吧？我相信你不会过来，你果然没有过来。跟你们讲，墨镜哥现在很专业的。哎呦，这边有个柜子哦，我觉得是有蹊跷。我靠 ！I need the weapon key，key 你个老骨头 ，weapon key 哪里都需要 key。你姑丈三奶奶的什么 ？I need a 什么 screw 是什么的 ？screwdriver， screwdriver、啊。他在我附近是不是？我听到他声音，但是没来耶。靠腰，那刚刚的叫声是从哪里来的？不是叫声，他讲话声音从哪里来的？哇，这里又是哪里？啊！哦吼，哦吼，你来啊！他妈的来！我靠！我靠！他怎么可以？他怎么可以这样？他怎么可以？犯规！他怎么可以穿过东西把我拿出来打？今天走位了嘛？他这不叫走位了好吗？他这已经是翻墙了吧？来，那我再玩一下 bug， 来。有种你就给我转过去，不要看我这里。你转过去，我保证出来。哎呦！我保证出来，吓死你！哦！哎呀！没有等待。Yo， 阿妈。Yo， how you doing？ How you doing？抽屉来看看，冷静。玩这个游戏的诀窍我已经知道了，就是冷静。你不要上来，关门，关门！我关门之后赶快跑起来！哎呀，发出声音了！啊 ，shit！ 什么？马桶里有钥匙？哇！一看留言，满满的马桶。
阿嬤的笑声很俏皮哟、哦。哦，他发现我，他妈的！没有嘛，你们不要吓我。等等等，都在这边很安全。啊，看，你看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哎呦，这难不成可以跳过去？哎呦，不行啊！开门，怎么还真不给开、啊？那阿嬷到底怎么开的？哎呦，我真的走，他应该不会过来，我赌你不会过来。他到底来不来？他到底来不来？你不来，那我可过去了。哎，你看我这个走位啊！你以为你凯特琳的陷阱抓得到我是不是？抓你奶奶啊！马桶有钥匙，哇！我看到了钥匙 ，very good。你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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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个驾轻就熟的这个 pose 完全没有把阿妈放在眼里。哈哈，密道哦吼，到又来到了新地方，这什么？哎、欸，聊到气，这边气氛不一样了。这可以躲是不是？哎，我靠腰，这个躲起来的声音这么大声，吓到我。I need a hammer， 还是锤子？哎、啊！我操！啊！气死！啊！我就这么死了？哦。哈哈哈！还有陷阱！他奶奶的，我的钥匙就这样子，他奶奶的背个下。我不要玩这个游戏，今天直播就到这边了。靠呀！我妈打字打不好，就出来吓人，真的是很夸张的阿嬷，很扯啦！阿嬷很扯啊！他自己住这种充满陷阱的家，不会觉得生活起来不舒适吗？哎呀，墨镜哥可是号称游戏小天王的，这个游戏我快过了，靠自己过，速度要快，速度要快，齿轮到手 ，got it， 没东西了 ，OK， 好，走，阿妈不要了，阿妈不要了。去地下室做枪杀啥嘛？好哦，妈笨兽啥嘛？真假写的笨兽啥嘛？哎呦西瓜啊！哎呦，阿妈不要来啊！我劝你不要来！啊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快进来！啊，大棒棒，看到他的大棒棒，哇！隔空开门是不是？人站那么远，好出来，他应该就开隔壁的门了。他果然在隔壁，咦嘿，你果然在隔壁啊！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冷静，他这边不会过来的，不会过来的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哦，这边还有一把枪 ，very good， 砍头给他砍下来，咚，然后得到了什么？得到了一把，哎呦 ，Padlock Kit， 什么宠物的什么宠物柜的锁，是不是？阿嬷笑声这么顽皮哦。书房的蓝色柜子有可能有射杀阿嬷的吗？作为枪钥匙，哦。那我这边是要开哪里？是这个吗？这是 Playhouse Key。可以打开麻醉枪柜子，好啊！他奶奶的那麻醉枪在哪里啊？不是，应该说麻醉枪的柜子在哪里？先下去好了。蓝色是大门的钥匙，确定？你确定吗？哎呀，这是 Playhouse Key。啊
为什么我一个好端端的年轻人，四肢健全，打不赢这个阿嬷，还要逃跑？他妈的奶奶的嘞！他妈妈的奶奶，他妈妈的奶奶，那我应该叫他什么？来，各位现场，他奶奶的不，他妈妈的奶奶，我要叫他什么？该怎么称呼 ？Something is missing here。他说到底是不见了什么东西？红齿轮，可是我之前弄红齿轮走不了啊，好累哦！我现在突然靠腰，他不会听到钥匙声音了吧？他耳朵有这么好吗？哎呦，还真的嘞！我靠，这个人的听力不是一般普通级别，这个人根本是艾涅尔吧？是新钢等级的有没有？艾涅尔，拿着大棒棒的艾涅尔啊嘛！哇，夹槟榔哦！哇，夹槟榔夹到满口是血。不刷牙的嘞，这个人的卫生习惯有个差的，他满头白发，白人这样不去染一下，又那么黑，到底哪一国人啊？啊！他开门把自己往下打的，哇！这开门，这阿嬷的开门这么 special， 这我笑了。他这样子开门不会痛的吗？好，我装上红齿轮了，还要再装一个齿轮是不是？哇，他怎么先开个门，先被门撞断两颗门牙，再走出去？他这样子生活比较开心啊！哦，阿嬷也是很懂得生活品味的嘛，生活起来特别有个 style。